乐坛新晋女子乐队 Choco 早前就齐齐扮成哆啦 A 梦，去到海港城嘅哆啦 A 梦展览区大玩快闪档宣传新专辑，仲积极献唱，吸引大批嘅市民围观。由于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最后 Choco 在现场只是逗留了10多分钟就要离开了，不过都已经收到宣传的功效了。